大家平安，我是林瑞安。今天我想分享戴口罩的一点点小心得，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戴口罩戴得更舒适、更安全，更能够阻绝飞沫的传播。这个灵感是来自于中华民国护理师学会之前教导大家戴口罩的方式，我在这里做了一点点小的修正。以下是我的示范。首先，我们从口罩的外侧拿取口罩，然后手拿耳条戴到我们的脸上，耳条挂到耳朵，先把鼻部跟脸颊这里胶条压紧固定，然后稍微往下拉，让口罩能够完全的遮住下巴，接着一只手指头压住口罩边缘，用夹取的方式把口罩这里的皱褶往上折，这是向外。然后如果想要更服帖一点，可以拿胶带把它贴起来固定住，甚至还可以把耳条打叉戴好，这样这里就是比较密合的状态了。接下来另外一边一样压住，夹取皱褶往上翻，然后贴起来固定。再把耳条打叉戴好，如此不但四面都比较的密合，而且还可以创造一个比较立体的空间，让我们的呼吸感觉更为顺畅。希望对大家有帮助，谢谢。